可以烤着吃的牛奶，轻轻一抿就化在嘴里，让人立刻沦陷。用到的食材很简单，两个蛋黄加入屏幕中的食材搅和搅和，然后小火放入一片芝士，不停地搅拌至浓稠顺滑，倒入任意模具，冰箱冷藏两小时，最后切成喜欢的形状，刷上蛋黄液进烤箱，烤到表面上色就可以了。 QQ 弹弹的烤牛奶，没吃过的真的可以试试看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